我先讲，我会选零九。为什么？你们三个不就一样吗？因为我想要知道，想要知道亲我的感觉是什么。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一日饭局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粉丝问答喽。这个问答都是粉丝刚刚在 IG 上向我提问的。是。第一题，请说出各自使用的香水的牌子。哇。啊，有没有是啊？习惯香水的牌子啊，自己啦，自己。零九在喷香水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你每天都没喷？没有。啊，好厉害、哦！你不怕自己就是哪天不香？哪天不香？怕你香啊，没有这个问题啦。就他们没有了，不用管。就怕，就不会怕说的啦。很厉害，不敢不喷香水。领导为什么？就怕如果哪天臭臭，嗯，就是懂。有喷了就习惯，不喷就没安全感。你以前到现在都没喷？没有，很麻烦。风筝你有喷吗？有时有喷，有时没喷，也是看的。如果我记得我就喷，我忘记我就没喷。那你是爱用什么？近期我还用那个Dior的。啊，近期的。很香。对。品名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反正那个是蓝色的，深蓝色的颜色。是强尼戴普那一只吗？对，圆形的，对，很香很香，那家叫做 Summer， 好，那家记得，因为我本来要买那一只的，真的吗？本来要买那一只，对啊，好，跟他一样，对，不要，那一只很香吧？那一只你没办法驾驭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没有办法驾驭，等一下就去买，那我也进来。爱用的，我不知道我那个牌子有没有一个就是统称的英文或什么的，但我只知道它中文叫做东京淡香水。东京淡香水，没有任何牌子的名称吗？我不知道，在东京买的。不是，它就是一个，它就叫东京淡香水。哦，那怎么发觉到？对啊，怎么买到这个的？是之前有一个朋友喷，然后我觉得，哎，它这个味道很香，很清新啊，对，就不会太重，然后也不会太浓，然后它是有点像柑橘味的感觉，然后就觉得味道。我自己闻的时候很舒服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好几套一买就是用好，爱上，爱上，就没再换。我本人呢是用 YSL 的香水，很多人在问我的香水的味道，很厉害哦，大家再去买经典香款。好，第二题，我那个套话，你们讲了，买。好，第二题，好，如果今天呢，你们接到一个，如果你们今天接到了一部 BL 剧。那你要选一位当搭档的话，可是不可以选你本来 CP 的那一位吧？就等于说你不能选丰泽，你不能选零九，你不能选我。哎，我说你们俩，你不能选我，那你不能选丰泽，那不就很明显？不然你忘了，那自己掉了。选他那很明显，他不会选我。我先说，那很无辜的。我先说，我是戏剧系的。我这跟你会笑场啦，太好笑了。哎，我再加点一碗白饭，还有要饭吗？不用，那就一碗。好。啊，选完了对？选完了，很好吃啊。选完了。没有人要选我。秒选。没有啦，会啦会啦，不用看了。那你要选谁？我吗？现在讲吗？你不能选维基啊，你不能选疯子。对了，不能。你选谁？维基呢？你们不搭。不知道，你选谁？武俊啊。你选谁？我是选零九啊。谁问这个问题的？对啊，你题目出的不好，难堪是吗？问得好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如果你今天中了10亿的话，哇！在我们这一团，在我们这一团，你会先优先告诉谁？你中了10亿。哇！粉丝问你，你要先告诉谁？优先就是第一个会知道你得了10亿的人。想一下，我觉得一定是零九的，但第一实际考量是，我会跟他碰触的机会比较多，当然我会跟他，会直接跟他说。最后一定是你，因为怕他偷我的钱，真的。我不会好不好？顺序就是他，再告诉他，再告诉。
哎、欸，我真的是不会痛，我只会下毒。下毒嘞！直接获得下毒。真的？那零九你会先告诉谁？我吗？我第一时间我就谁都不说。不行，那古题目。然后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说我中了什么，然后一人发给你们100万的。的那个的钱的那个，对，就是分享。你很贱，你有商业头脑，他拿着9亿然后出国。因为你拿着10亿，你全部告诉人家，人家然后你给你们100万，你就觉得哇，你拿10亿才给100万，而且太少了。那谁定的？到处很多人跟你借钱。对啊，不是我中了亿就好了，分你100万，你们是会很开心。对，零九真的很棒，居然中亿还肯分100万给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知道。你送我们100万的时候，就你也有10亿。他给我们100万的时候，就是有10亿。对啊。韦静呢？我刚刚在想，因为其实我好像没有一个先后顺序耶。那群主直接讲。所以我应该是群主直接讲，而且我是那种比较藏不住的人。真的啊，就是你不讲，我不会想要不跟任何人讲，我觉得压力太大了。就是我怕自己压不过来，我一定会选择跟一些人讲。要讲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一定会群主直接讲。我跟你一样。对不对？我也可能会在群组。对啊，群组直接讲，或是我不讲。而且你跟你，如果我只跟这个人讲，或者这个人讲的话，你压力多大、啊？不会啊，我守口如瓶。是吗？我是怕那个人听到会有压力。现在是只有我知道吗？就是啊，没有说哦，对对对对，会有。对，中十亿不是件很开心的事吗？大家不要想一定要讲完一下。好，那下一题。如果你可以跟一个人交换灵魂过他的一天的话，你会选谁？你说彼此吗？还是就是我们四个人，你要选一个过他的一生。一生？天哪！一天一天串给人家的问题。一天一天，就你可以当他一天这样。好，那这个要思考一下哦。思考一下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回答好了。我可能会想当韦静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好意外啊，这个答案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韦静是一个很，我觉得他很注重自己生活品质的人。我觉得啦，我觉得。大神品质又是什么？你没有吗？啊，好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的 gay 班夹就要去那种什么文青地方拍的。对对，这类的，这类的。环境可能也很优美，这样，或是他很想要让自己不是不会太累，或是怎么样的，算是吧。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会把工作排到最满，或是每一天都在家，这样我就觉得我没有交换到的一个原因。就我跟他换，或是跟他换，我可能都会躺在家一整天，这样。可是你可以控制我们，你可以这个问题要问要。我为什么要盘问题？这个问题是平常跟工作无关，你平常对他讲的是不能控制嘛？他讲的是要照原本生活，照原本的生活，你只是换哦，照原本那个人的模式，这个人，然后就说我变穷了，然后去裸奔这样，对对，就他们要裸奔，你就要裸奔，他们要不穿内裤，你就不能穿的，这样类似是这样的意思，对，我会变成他嘛？我觉得他生活还比较轻松。那我先讲，我会选09。为什么？你们生活不就一样吗？因为我想要知道，亲我的感觉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！没有，他变态都说他想要知道亲自己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么恶，怎么这么恶？没有啊，没有这样。在家里会亲自己吗？你会这样？我想要知道我自己的亲嘴的技术到底有多高。因为什么？好了，开玩笑，变态。等下，那你在家是会自己这样？这样自己亲自己的手，然后说，哎，我这个这样。我说，公子晚安哦。真的吗？屁啦！好，我认真回答这个问题。我还是会选择，是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他头脑是想什么，尤其他在玩狼人杀，他头脑转什么的。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理性。我想要进入他的脑袋，在玩狼人杀的时候去盘那个神明狼啊什么。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，我真的是纯粹为自己的利益去着想。我觉得如果可以学到他这个思考逻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有用？如果真的有这样子，可以倒数他的资料库的感觉。对啊，看他怎么看待这个游戏，因为每个人看待这个游戏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说完了。你的那一天怎么只有游戏而已？因为我很爱玩狼人杀，我直播。
我要喊瓜。哎，那你播，你还刚刚回答了我。知道，要回答，但等我一下。你要先内容全部播光，先播光，没关系啊。那伟静呢？我刚刚有两个选项，一个也是像疯子说的，当领袖的话，就是想要知道他的那个狼人杀说的头。然后讲，如果不想讲一样的话，应该就是你。为什么？我感觉他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啦。对，就是他的生活是很有乐趣的，不会很无聊。像他说努力就什么都待在家，他那一天就知道。对他感觉的生活。什么？因为他感觉就是，你看现实动态什么都过得很开心啊，我很有啊，去这个局，去完那个局，去这个局，然后就是开开心心。那我觉得很多倒是真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这倒是实话。所以想说，如果当他一天的话，应该也是蛮开心的，开心过一整天这样子。好，我觉得 OK。您走呢？小爱吧。哇！你有个答案，我不知道他会跟我想的一样。没错，我想说，我猜你的我的答案。你先猜。我不要啊！为什么？那你先跟我讲，我看你先说啊。你先说。没有想看小爱的时候会有多慌乱。啦，你都没 get 到。他说，我以为我说，因为我身边很多女生，你可以这样因此碰到很多人。对，我生活，我生活也很慌乱吗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慌乱，想知道。会啊，会蛮呛的啦，会蛮呛的。好，我想，因为现在林九本人要在直播，所以他就一直拿着手机跟萤幕说话，不是中邪哦，是真的。好，下一题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我们荧幕前这样子，我们私下感情是真的一样好吗？没有啊，要变了。对啊，就如现在你们看的啊，没有，你走出这个地方不说话，不说话。哎，好啦，我还在认真回答。好啦，但不得不说，我们真的台上台下差不多哎，慢慢一样啊，差不多，算蛮感人的，因为很多人台上好，台下不好。对，很多啊。你对谁？没有啊。不是很多团体可能台下假好，台下真的不好啊，对不对？很多啦，很多。好，最后一题。好，请说出最受不了彼此的一点。哦，你们两三个。对，一人一点。不啦，都要讲出来。对。最受不了他的一些小习惯或是什么？我是每个都要讲。好，我每一个都要讲。你有，你先讲。这么快？不是，我。零九，你最受不了零九的点是什么？零九真的目前不是效果，但我们还没有想到什么事情是就不满意的，受不了习惯呐，或者是没有，你说对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哎，习惯没有。你们两个的话，零九的我有。好，那你讲我们两个，那你讲我们两个。你先讲零九，我想。零九的我有一个，也不是说受不了，就是我有点吓到。OK。因为我之前也就有听过你们说零九私底下很邋遢的，没错。然后那天冰面写歌的那一天，我是真正见识到，我是真的有吓到。因为我那天就是我，而且我那天算是穿的蛮好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还去健身玩，我还抓头发。这么假？在健身房抓头发，然后去到他家楼下之后，然后我就先上去了嘛。然后他们说：“哎，林九回来了，下去接他。”然后下去的时候，我找不到他，我想在哪里？因为他已经 free 到他是穿拖鞋，然后素颜短裤，就是短棉裤那种。对，我心想说，我操！我想说他现在也算是这样蛮红的，对。然后他好有种哦，我就不敢，我真的不敢。然后我真的吓到，我想说哇，他真的 free 成这样。但是就打从内心觉得很佩服他，就是我觉得这样。是不是那天你们有拍三个人圆桌照片？就是那一天。可是他后来拍照的时候，他有穿上外套，感觉比较有一点。对，我看他真的是这样，他真的是，我真的见识到，我以为你们只在夸大。我第一次拍录影录动态的时候，我一拍到我那，我就跟着我说：“哎，林总可以拍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我说：“算了。”因为他太 free 了，我们那天还在新义区吃东西耶。对啊，一样那样，拖鞋短裤。所以他那天有被认出来吗？有。对啊，我怎么这样认得出来？
我想说这是一个最好的，是因为你真的素颜也差不多就这样啊。对啊，他素颜差不多这样子，那根本没差。胡渣什么？那我就觉得很有种了。他是很有种的。哇！你是有零九的吗？我是有零九。风泽来一个。想让你们先说，因为我真的是风泽，我已经讲过一百次，就是他的皮肤跟脸，皮肤好，脸又小，所以每次在他旁边，影片、照片什么东西都很吃亏。然后他又没有什么在保养，然后皮肤就这么好，就是我很受不了。你的受不了都是优点呢，讲一个缺点出来。缺点那我可能要想，你再想一下，我先想一下缺点。我想一下，好，我先开枪好了。我想一下，直接开枪，我想缺点。猎人哦，猎人。我知道了。啊，我想到一个，我想到一个了。我先讲，我突然忘记。好。如果你点到他的那个，点到他那个什么？最地雷的话，八加九，尤其是你很容易骑多的那个八加九。哦，但他的地雷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地雷是什么？我觉得他不喜欢别人去质疑他。快吗？还好啊。不没有。我觉得零九哦，这个不是缺点，这个他是很正气的一个人。如果他看到好像，比如说他知道这个人在欺骗这个人，他会。替这个人发声，觉得打抱不平啊，这样子，啊，我觉得，哎，这好像又不是，也 OK 啦，也不是一个缺点的，对啊。啊，我们自己人都没有缺点，对啊，没有哎，真的还好哎，真的还好。真的讲不出吗？好，我们播两个零九的缺点什么？我不会掉东西。哦，我知道，记性比较差。他们两个谁记性比较差？不同的。那零九的是什么？零九的是他会忘记带工作上需要的东西。哦，工作上。对，所以忘记带。有很严重的吗？比如说要出国忘记带护照这种？还没有，但是那护照不见过，啊，钱包不见过，掉在没有这个才啊，他是，比如说。之前听前任的，就是工作人员讲说，就是跟他想要带行李箱。对，我操，我要怎么前任？前任，你们讲真的，不然要整个忘了。你要拍 detail 哦。七七，之前带他的说，就是出国要带吉他哦，然后讲很多次，然后到机场之后吉他还是没带的。哦，健忘，玩爆料。我觉得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带？对，我就知道，因为陈立栋他如果真的很 care， 他才不会忘记嘞。哦，果然了解哦。那就是说，哎，不会不带，我可不可以不要带？我一定要带，要什么？我说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带。我说唱歌就去这边唱卡就好，再其他出国，其他又会断掉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说，好爽，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偷偷不带。我去，我轮着去啊。抱歉，没带。哎，我说也是，你要么就帮我接资，要么就不要叫我带。哦，说这个不是我，那个工作不是我，那是还不错。之前的，之前的，跟我讲。那风泽嘞？然后啊，还有几次是零九，是几次是睡过头，对，睡过头，睡很过的，一次，我认识就一次，就两次，抱歉，两次。但有一次真的我吓到，我差点就是那天刚好在八大，对，路狼人杀。然后我差一点就真的已经决定说，好了，去跟制作人说今天零九不录了，我要开车杀去他家打他，因为我很怕他有出手。哦，我很怕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过，没有不接我电话，从来没有那一次的，就是我怎么打电话怎么 call 瓦斯中毒吗？我很怕他瓦斯中毒，很怕他再出事就对，我很怕他，因为他完全不接我电话啊，然后已经那天还有主任在，主任都已经到了，主任都已经到了，他还没出现，因为他没有装法哦，好尴尬，比如说一点半录啊，已经一点了，然后他还是没接我电话，哇，真的，然后我就已经准备要站起来跟。制作人讲说，不行，今天你走不入了，我去找他，他可能出事。就差每一刻，后来想不对。那后来怎么解决？我打给呼呼，对。哦。可是呼呼一开始没接我电话，结果后来我最后一次，我觉得最后一次打一次，不然我就要放弃，我就要冲他家。就接了。我就打，再打，呼呼就接了。喂。我说，哦，心中的大石头放下来。我说，哎，呼呼，请问林九在吗？他在我旁边睡觉啊。啊！形容词都把这放下来，哇塞！你可以叫他起床吗？要录影的，我起床完，然后我就听到很大声喊。
因为我大四，我那时候生，那我记得我知道，其实你有工作还是不是不是？你睡回笼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你跟我说你其实你十点就起来，对，我是。然后你发现反正十二点半才要到，还有一个多小时再眯一下，然后就眯眯就回笼觉，真的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我那是吓到了，对。所以蛮好奇是哪一场了，那局表现很久之前那一场，我还是最后还是。因为他们好像让我录有点累，对，所以我最后还是安全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我跟我两个知道的事。对，那一集播了吗？播了好久，很久以前，好久以前的事，很久以前的事，就是好像刚查一下那一集你的聊天。那一集好像因为前面，因为主任好像他们前面有录一个小小的单元，所以有稍微小 delay 一下下。对，所以刚好。那时候好像还有当兵，这么久，那么久，很久，很久。哦，我当兵期间的，对，那蛮久。那丰泽嘞？丰泽就是，你可以说，可以说。对，今天还是丰泽比较严重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知道他说什么，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毛毛荒谬。忘记算。就去澳门嘛，对不对？是去澳门那些事情。就是工作结束之后去赌场休息一下，就是玩乐一下，休息一下这样。然后就是他们两个是分开的，这样就是09是去玩别的，然后丰泽就是玩。然后后来，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身边嘛，然后我就好，那一人放一个行动电源在他们身上。然后我那个放09的是就是我常借他的，然后我买一个新的行动电源的时候是就借丰泽，然后我就自己去我跑去别的地方玩的，就去外面去逛街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知道他们的战绩嘛。就战绩，就丰泽战绩不好，然后一个战绩很好这样，然后我就没有注意到什么异样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去搭车，然后回酒店，然后我跟丰泽住同一层，就住下面那一层，然后电梯上，哎，我说电梯门要开了，准备要走，我就说哎，丰泽，我的行动电源，然后丰泽说啊，嘣，拍那个电梯的门，我忘记放在赌场，就是对的。我家很昂贵的日本料理餐厅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输钱嘛，所以他心情很不好。没有，我就不知道最近真的很健忘，健忘到一个离谱。然后在澳门那天，我带我旅行电脑过去 check out 的时候，我的电脑竟然放在饭店里面。哦，对啊，他去登机，电脑这么大，去登机，电脑都忘记过海关，他在想，哎，我的电脑。然后他的东西哦，我看其中电源的线跟其中电源跟不见的三个应该有，对，三个应该有，就常常不见那种琐碎的东西，太健忘了，太健忘了，天哪，对啊，真的很健忘，不知道，没有，没那个，因为那个兄弟还是新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其实是新的嘛，新的，刚买，对，2800，哈哈哈哈哈，好，那请伟健的经纪人。爆料一下，伟静有什么坏习惯？来来来来，有吗？一定有，人不是完美的。有吗？他唯一能讲的坏习惯就是……唯一能讲的是讲，我有不能讲的。假的，不是。他说梦梦去酒店。他不能讲，是没有啦。没有，就是他很喜欢打电动这件事。你也爱打电动？我有在玩的时候有。对啊，这个我也知道。因为他是那种蛮疯狂的，礼拜一、礼拜四、礼拜天晚上10点、9点那种要封城，然后那个时间的时段要上线，那个时间是你传讯息，他是不会理你的。对，然后任何东西都很重要，游戏优先的。那个时候不明白我自己的心情。这个只有经纪人立场会觉得很不 OK， 但还好啊。那他有一直要以右脸住就拍照怎么右脸吗？左脸啊，左脸是左脸，哦是左脸，你会觉得很困扰吗？我还好，是摄影师比较困难。可是摄影师通常拍一拍都会说算了，他还是拍。对对对对对，摄影师会就是我都会恐吓摄影师说，那右脸拍拍看，很丑很丑。对对对，他们拍完就会这样。左脸，就是他们拍一张之后会这样看，真的不觉得有差？没有啦，差很多，是真的照片才会看。照片镜照片的时候。而且你说的那个 MV 里面有，那个是左脸，其实没有，是右脸，可是他把左脸遮黑了。所以我发现是不能同时啊，要就一半，要就一半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就是一个死角。但丰泽当然有想要补充，是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觉得
违禁啊？可以讲吗？可以讲啊。我可以剪啊。可以可以讲，只有直播。OK， OK， 他很喜欢聊那种，黄色的。不是啦。什么玩笑？黄色的吗？什么？应该可以讲，是八卦可以讲吧？可以，还好啦。他很爱聊八卦。谁不爱聊八卦？我没有，我十次九次看到他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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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闲聊的那种，对，他的闲聊，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事情啊。对啊，我们都是好人呢，我觉得 OK 啊。你当然觉得 OK， 因为你也是八卦王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每天晚上最期待跟伟静聊天了。我跟他交换补充彼此的资料后啊。对啊，它是一种娱乐啦。对啊。哎，我们要聊八卦都超小心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时候我跟伟静有可以，应该可以聊了。哪一个？我不会讲什么，我不会讲什么。反正就是我们每次，比如说在聊我们彼此不知道的八卦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很转弯说，哎，那你先说看那个人是什么？就怕你跟他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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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意思是说那是那种吗？然后一直吐槽，因为我们又彼此不讲那个正确的名字。然后有人还说，没有啦，我也没有很讨厌他，只是我觉得他怎样怎样，我觉得还 OK。看他那个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最受不了的地方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玩一个小游戏，大家都躲起来。好，下一关。我没知道，你有八个环节。是啊。好，因为林总本人在直播，所以他就会一直看着手机。好，抱歉。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是默契大考验。哦。对，但是由于我们是四个人，等一下会出题，我们要三二一要讲出那个人的名字或是那个东西。第一直觉，然后错最多的两个人需要磨鼻子，太卑鄙了，那就不要再说。默契大考验，就是自己想记得啦。对，你会三二一哦。对，好，我也会在里面玩。好的。好。好，第一题，如果四间琴里面体力最差的是三二。一小小，也太不一样了吧？是吗？你是小了，小了，你真的零九，我是伟静啊。那我先，这一轮是我们两个，他们得分。呀呼！小三万岁！你怎么会选我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在。对啊，小赖怎么会选他舞蹈？我跳舞的，体力力气，我那力气应该没有你那个仰卧起坐那都不做，我自己就扯完。四间琴里面谁最宅？三、二、一，你找到我！谢谢。你说谁说我？不是，真的比林九宅，比起来真的有。因为我已经会知道，我发现，我觉得他在故意输，因为要磨鼻子。谁打？我谁开的路假？设计明明就是要回林九。没有，就你的错。最近禁磨自己，没有人禁磨，没有人禁磨。前面规矩这样，我是认真，因为零九跟风泽，你认真讲，风泽真的比较宅。零九，零九还会出门玩游戏，风泽完全不会。你这样想太多了，想太细了。这答案就是零九。谁说答案是零九？好，下一个。现在完蛋，小麦最低了，完蛋了，不能答出来。一想到颜色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红色。你说什么色？黑色。白色，我黄色。为什么我跟你一样啊？那都没得分，那题没得分。黄色哦，黄伟静啊，红色的呗。我说为什么说黄色？有人说黄色。我啊。哦，黄色好骗啊。对啊，黄色，没有人会选黄色。你们黑白有什么好说？黑白最好的，黑白是最笼统的啊。但是他讲红色还是现场的色，黄色。我以为故意说，不是，我以为是黄色啊。我以为你们会看到我的电视。好，下一题，一到十，你会想到哪个数字？三、
二一九，啊，等下你说什么？九啊九啊！他们作弊，他们要对看一下。没有啊，我跟我弟有对看，你也可以看他眼睛。你说是你不出气，为什么？你都在看了，你还？我说是啊，你为什么都是时间情啊？我原本以为你会说是，哎，你们这个逻辑，我刚刚那个就是乱讲。球欸，因为他都笑了。对啊，想输，想了就想输。不是，我以为你们对看是说四间情，说四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就默契，真的。完全没有想到九欸，因为有啊，他一笑，我觉得你当初讲九欸，因为他真九啊。对啊，我大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我太迟了，太迟了，我们游戏领先了。好，警推在先 ，Go。一想到团体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三。二一，四间情啊！我想你讲别的，你讲别的，我想问四间情啊，但是很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只有一句话，就是四间情。但你们知道我是要讲一样的吧？就一样的，一样的。OK， 你是先算他扣一分吧？他扣一分，好衰哦！好衰。其实大部分我们都先说我们是四间情啊，对吧？我很少先说，我很少出入。OK， 好。谁私下跟节目上差最多？三、二、一，琼泽。得分。好，一想到卡通，你们想到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火影忍者。火影忍者，火影忍者，七龙珠，那这样也是两分吗？七龙珠平分啊，一样啊，对，那一样。哇，七龙珠，在这个，哎，没什么。他要嘛就说，哎，我明明说海贼王或者七龙珠。对，我刚才想说，我要讲海贼王还是火影忍者？对啊，没讲七龙珠，我原本要讲七龙珠，但是都想讲火影忍者。想到狼人杀女神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凯特 ！Oh my god！想到单曲，你们想到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冰姐，啊，他说没习惯，太假了。你说什么？冰姐啊！我刚才真的忘记冰姐，我还想说，我怎么可能讲到冰泽的预言家，我还要讲冰泽的歌吗？还是要讲你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刀的谁的剑刀路？我想说啊，先讲一个最近的。我觉得啊，竟然有办法没有到可恶可恶。好，最后一题哦，想到专辑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过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说过啊！哦，你说过，我们两个乐器啊，哎，要平手了，平手，哎，你有默契很好，对啊。但我跟他还是蛮接近的。等下最后统计谁最低分，你啊，微信吧，你们两个。尾信最低，尾信最低吗？他北极光跟那个哦，对，那是我们两个。你根本也不想跟我磨吧？我怕你不想跟我磨。那我先去吸个油。好有礼貌哦。我刚才也是吸，我也是在拜。只要准备一百，再准备三秒。晚上的，对，我们俩直播可以玩啊。对，好。还有题目。你很快，还这样。好，你是有多急想要知道？我好了。啊，就三秒。别吧，我怕我会笑，因为笑哭的就会喷出来。忍住，忍住，好，先忍住。三秒而已，好了吗？好，好。一、二、三。有人住，有人住，有人住。笑口水喷到了。最后各自宣传自己的东西啊。对啊。好，我的主要二月九号 Legacy 的演唱会，希望大家过来，因为第一次、首次在 Legacy 来了，你们来，这是一个金水发金水给你们二月九号，然后大家希望多多支持四间情，好过。好。
三下。我的专辑已经发行了，叫做《过》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谢谢。还有什么吗？没有。你宣传帮我不说是 pass pass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再补充一下，1月4号台南签唱会，有台南的朋友可以过来一起玩。然后还没买专辑的朋友，现在还可以在各个通路去买。然后想要签名的话，可以带来台南到或者 Legacy， 到时候就可以签名给你们。OK， 我跟他讲，那如果现场如果还没买，我现场还是会卖专辑，所以你现场再来买的时候。呀呀呀！1月4号，欢迎。好，我的单曲《北极光》已经发行了，然后这个月会有很多北极光活动，可以看我的 IG 就可以知道当下的活动。然后明年会发一个新歌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然后跟支持，谢谢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在下面留言我们的团名跟歌名的话，一样会抽出我们的拍立得。好，那一人半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小赖小剧场，微静啊。真的可憐啊，我的路工知道嗎，有小三啊，有小三，真的有，那個小三真的難看，難看，還是這樣風車，嗯，我們兩個不合，你說好不好？不合，不合？林佑，阿娟，林某，林某已经发现啦，所以，马景，所以，我去吃火锅，嘿，好，要不哥，阮就做伙，做伙，嘿，我老公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啊，好，好，好啦，我们去吃火锅，吃火锅，行。老公，老婆。